熙出演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后，瞬间爆红，成为国民初恋。如今已经40岁的她，日前在节目中担任班主任角色，还重新穿上了校服，直接陈妍希与选手搭档，还原那些年的经典片段。她身穿与原作相同的校服，重现自己当时的角色沈佳宜，青春甜美的模样让大家根本看不出她与选手的年龄差距，而且和12年前的画面对比完全没有变化。节目播出后，让一众网友纷纷惊呼：“国民初恋回来了！为什么陈妍希都不会老？她依旧是印象中的沈佳宜啊！”就连那些年的导演九把刀也在社群上抛出陈妍希的校服照，大赞对方是史上最强青春，颜值和演技都同时在线，真不愧是女神啊！